浓眉大眼、皮肤白皙，讲起话来字正腔圆。这些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主播、主持人，而且颜值都超级高。去年还在想，就是我想要来电影学院，然后结果现在就已经站在这里。北影学生颜值出众，还有许多人长得一张明星脸，清秀五官搭配大眼睛，无论脸型、轮廓或是眉目神情到鼻子，都神似京东创办人刘强东、老婆奶茶妹张泽天。挺高兴的，因为一直都喜欢，都想考过来，就觉得还是过来好好学习。鼻子高挺，眉毛黑粗，来到北影不止美女如云，连小鲜肉都超吸睛。不止颜值高，每个人的谈吐都得宜，台风稳健，对未来也超有想法。别人都说就是上了电影学院就一定会成明星怎么样，那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努力，然后踏踏实实的。在大陆演艺圈更有许多艺人都是出自北影，像是演出琼瑶大戏的还珠格格赵薇，水汪汪的大眼机灵古怪的小燕子深得人心，与黄晓明演出神雕侠侣的刘亦菲，穿上一身白纱清新脱俗的模样，不愧是人称的仙女姐姐。许多新生面对大学新生活超兴奋，大学新鲜人个个面容姣好，面对镜头初登场，吸引大批媒体前来抢拍。记者陈嘉尔报道。